他用笔如龙飞凤舞，流畅而又沉着，纵横交错而表里分明。真是墨中有笔，笔中有墨，疏密有致，相辅相成。任意驾驭画笔，纵横驰骋于宣纸之上，气势自生。您觉得吗？画家作画常把注意力集中在手指的波动上，使全身的力气通过手臂、手腕、手指而达于毫端，入墨三分而不浮于表面。它的肤色以翠绿为基调，淡而能深沉，艳